中小。嘿嘿，大的在我这边，你想要吗？哎，我给你，这大的有什么好的嘛？我选中的。我就是要大的。这个都是海选。笑什么笑？这也是海鲜。原先我越生气，他敢和我对着理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别说！我先去。哎，怎么不抢啊？我爸爸告诉我了，做人要谦呐。你先去。你评论区爸爸告诉你的吧。哟。你摔跤男这个称号，这一辈子都甩不掉。那我就先选喽。哎呀，两个大螃蟹！爸爸到底说的对不对？你爸爸说的肯定没错。等会儿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嗯，哎，好吃，你尝一下。他人有好的吗？你先去。哎，你要相信我们靓仔男。什么？靓仔男？来，这个。我真的是上了你的贼船了，摔仔男。不可能，真是他的，看我的。你说你这种，还是我的运气好，这明明就是我的。看过来，憋死我呀！废话，我这边叫我不要了，给你。哎，没所谓了。哎 ，Thank you。你长得跟粑粑似的。偏不信，我就要这个。
有什么诡计啊？诡计倒是没有，海鲜倒是有些，是不是？废话，一切对。小舅子，还有两个碗，怕什么啊？死定了。
这屋里300两，里面肯定有肉。呀，啊，走来，算是给了。你咋着？不管你练什么，都不如我的哎八字。黑色的那八字。教你一招了，看你这个态度不错了。这个就是我的，我不信，我当然我肯定没资格。